嫁入英国王室第一年的梅根·马克尔，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夫人，也就是大家口中所称的梅根王妃，下周六8月4日即将迎来自己的37岁生日。与往年不同的是，这将是梅根嫁入英国王室成为王妃之后的第一个生日，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图：哈里王子对自己的妻子宠爱异常，